那你就得走快一点，就快一点，就走快一点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就走快一点吧，你就走快一点，不然不好记。那你我是牵手还是？就让我来带你前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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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我再给你顺一遍啊，信越空，信越空，信越空，肉越痛，信越空，肉越痛。你这可以，都可以加速了，对。它就
是看他是他儿子吗？因为他儿子比他还小。可以啊。这是他儿子吗？我肯定是小孩子不能理你的话，他的身体又太庞大，所以他就让自己理你。这个不是，你画的真好，画的也真好，我都不敢。这件衣服上街，没有，好看。就穿着走出去，真的吗？我靠，我的 T 恤在这黑边啊。第一次做这个还觉得挺难的，挺不容易，还是得在电脑上设计。再打印一下。这样吧，挺好的。OK， 一波小心就会弄脏。衣服会穿吗？会穿啊，完了完了，不是真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弄脏。走吧，走吧。我们玩个游戏吧。玩啥游戏啊？就是，我们来给对方设定，对方必须接受那个设定，不能反驳。可以啊，就是那个剧情嘛。啊，行嘛。我们先设定一个什么剧情？抢婚的情节，好吧？好。你就随便强行设定剧情，我是什么都可以必须接受的。我是一个大家都看不起眼的人。这两年来，你们家族一直在侮辱我，但其实你们没有想到，我是另外一个星系的。修罗战神，好，该你了，您厉害。其实我一直隐藏的身份是，我都是修罗战神了，你还能是啥？帝皇侠祖传。帝皇侠又是什么？我只知道帝皇剑。帝皇侠是铠甲勇士啊。来吧，和你结婚的也是我，抢婚的也是我。好，噔噔噔噔，一拜天地，二拜，好像怨妇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删我呀？我想知道，你是抢婚，你为什么要删我呀？你挺灵性的。嗯，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一拜天地，二拜。啊！小丽。你跟我走，不，我不走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你放开，我是帝王超人，你也配？小张，这是我们两个的婚约，跟我走，别跟那个男的结婚。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动我女儿？这是我们的婚约。婚约？管他什么婚约。少爷。修罗大人，你是修罗？这个婚不结也罢。帝皇教人便是原来是你。嘿，走走，我们去哪儿呀？红玫瑰。红玫瑰 Go。 以上全成为剧情啊，剧情所需要。行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张天元就是我女朋友了。你真有意思啊。我不知道的是，你在洗词的时候会不会这样，就平常我跳舞嘛，也是编舞的没灵感的时候，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到一个屋子里面，然后把所有灯都关好，然后就看一点，有一点点那种光，然后我透进来，孤独的感觉就会经常你的那种。我不喜欢把角色分成多面，我喜欢把自己置身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尽量就是一点光都没有。我觉得那样的是比较容易激发的。我觉得黑的时候，特别是晚上，在你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你就会不由自主去回忆一下自己一天的经历，或者是去说回想。怎么样之前的一些事情，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是
写词儿会比较容易写出来，就是大家都是差不多到了晚上的时候，然后特别是晚上就全部关掉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是比较容易会多愁善感。因为写词儿它是需要那个比较感性一点写出来的才引起大家的共鸣，所以说一般是这种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是好的。然后反过来说，我看到这个问题，失去飞翔力量是吧？他很明显就是自己的梦想，梦想有个梦想，就跟在你刚才说，努力，坚持，放弃。美好的，然后尽量的避免这些词，从另一个点去切入。而且我觉得这首歌难写的话，一定要会难写在这儿，因为它首先它是在那个摸索阶段中出来的，然后你可以听它歌里面的一些元素，我听到有很多嘶喊，比如说前面第一段的那种，所以说就一定会有一些愤怒性的词语在里面。就是我也之前有一个叫打架子鼓的老师，他喜欢唱那种重金属，就是有那种黑嗓那种，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是有那种愤怒的情绪。我天哪，这个音乐真这个超悲壮的感觉。是谁在哼吗？张震岳吗？那个，我说这个大提琴声出来就突然变味儿了。这个剧情哇哦帅，这个歌是真好听，真的哇，前面的是真的好听，哇哦，是我会去看的，就这个看很多遍的舞台，哇，我觉得舞美真的很酷。我们会有马哥今天表演，这次压力了吗？有压力了。这次压力有。发现这次的选曲都是那种经典，然后都是很好听的，都有用心，对，都很用心。第二组，你们我压力了是吧？我已经开始流汗了，好压力，压力太大了，压力山大。我们第一次舞台合作，唱的还可以。不知道他们是第一次。我跟你第一次舞台合作应该是2018年的，是那个吗？楚舞，落舞。对，跟你的应该是乖猫。乖猫，对，跟你的是乖猫，跟你的是编号89。好像那种基地里的红外线。哦，你的帅真厉害。那种警戒线。他好适合这个。其实这首歌感觉还挺难找的，是，还挺特别。我们也是跳过了，
对，这两个是吧？这还有一个呢。再还有一个 slow down， 我们还是 slow down。 我单独的一句，我只有一句 slow down。 我感觉他们跳的真的好猛，嘟嘟嘟嘟。你们这个是跳完了吗？整首歌基本上都在跳。基本上是整首歌都在跳，除了杨小在那儿 那个是最轻松的。不是你们两个不是还有一段拉着的吗？也挺轻松的。啊，那个也挺轻松的。你知道在改之前，他是在那个他的高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跳一下了。那种他在跳的空中再去飙那个高音会更难。不对。啊，对啊，所以说我们提前吵架了，是吧？三二一，我们是红部队。哇哦，来点气势！没有气势，没有气势啊，没有气势。我们是红部队。好，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好，来了来了，这环境，哦，一片黑。哇哦！它前面是沙呀，这是沙吗？沙吧，应该是看不清楚啊。我要啊，是有一个沙的。哇！我故意设计的看不到的。他们是把眼睛蒙上了对吧？应该就是模拟一个用红布。他利用的是歌词的意境，反正这个舞美真的做的挺好。这舞美好美在哪？我好想这个，一个带了，应该一个没有。我都带了。哇、哦！我好喜欢那个寻找的镜头。哦，帅啊！你看我不敢这种动作。哇哦，帅气，靓仔。哦，哇！哇，算了，手艺真的长。对，就他俩的手都长。我感觉算了还要长。对，算下来手很长。刚刚他摸来着，我就算天。你自己对比是不是站在一起？哦，啊，这个镜头真的好帅啊！我就喜欢这种头发长长的，有点。哇哦，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哦哦，哇哇哇，这个虚假美。此刻应有掌声。哇哇，而他的身形又太像了。对，身形大，跳出来的感觉都差不多。感觉很像。都差不多，框架大。感觉很舒服，很舒服，看着舒服就是。你们紧张吗？到你们最后一组，看我干嘛？我们紧张吗？那肯定紧张了。我们能紧张？我们肯定能紧张啊！能不紧张吗？我天啊！可以紧张。最后一组压力来喽！要来了！来了！准备哦！说啥来啥！来吧，快点啊！走起！加油！穿着裙子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你这是裙子吗？我才发现。不是裙子，这哪是裙子啊？这是啥呀？我也不知道这是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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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吧！富贵无敌，一个张无敌，一个土的洋气贵，土太。不要说全称，我还没走出去。一个拉斯富贵，拉斯富贵，只要喝富贵就行了，我走了。快去快去，快快点，张无敌和富贵，来吧。哦，亮起来了。哦，这玫瑰难道不应该是红色的吗？哇哦，因为是蓝光啊，可能是。他戴了眼，是一个撞衫，搬运盒。哇，哇，哦，那怪盗基德，不知道，这是黑色衣服呀，真的是黑的，哇，它是黑玫瑰吗？嗯，哇，哦。哦，不是灵魂吗？这个绳子应该用得再久一点，对，后面绕张志远有点少，帅气。
这是一个囚禁我们的笼子吧，就有点像那种，他们那些人就是也是就是把我们束缚住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想出去，那个玫瑰花那我们拿到它就可以出去，然后只能出去一个人，他就相当于一个钥匙，对，我给了他，结果他本身可以出去，他一直都可以出去，所以让我后面加的那个笑还有那个眨眼，就是寓意就是说只有我一直可以出去，但是我一直留在这儿。小宋提问，为什么黑玫瑰变成了红玫瑰？不是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，开放式的，就大家随便抽一下这个，都挺好的，第二期舞台也挺棒，厉害了大家。